还记得儿子300多个戊子雀斑吗？吕大公主点的100多个戊子雀斑。拿拽哥脖子做的点戊子实验。大家好，拽哥。好多人关心我这脖子上这个大痦子，看见了吗？下面下，你看这他这大黑痣，看见了吗？这是我手机上当时给他拍的照片。现在没了，就一小印儿啊，也没有坑，也没有疤啊。对。一接下然后就平了，就没了啊。我脸上还点了几个呢，看见了吗？点了几个啊，基本也都没了啊。深色的还深色的，这还有，还得复点一下，看这儿了吗？这儿一深的，巨深的啊。然后还有过来儿子，还有这儿两个啊，这儿两个。你们还记着我儿子过来那一脸吗？我儿子一脸得有300多个黑枪的加痦子。别那么好瞅，你看你们看现在这是就是比较深的，这儿一深的，还有这边有一个。你让儿子脑袋拧下来。不是，他老不让弄。这边还有一个深的，然后要给他再去复检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有好多人问拽哥这大痦子上不下去，好像有好多人那个要弄这个痦子，然后说看看这么大的能不能弄掉。他这现在就光光溜溜，什么都没有了啊，他这个就平了啊，也没有坑，就跟一个蚊子叮完之后的感觉一样，现在是一红印儿啊。那个商家说了，承诺就是。不留疤，无痛，包好包掉啊！因为最开始是吕大公主点的是痦，脸上我主要就是点痣的痣和斑。我那痦都让你在医院给我弄的，都有疤了啊！对对对，然后脸上啊，有好多人呢，就是在现实当中看见过我媳妇儿了，说皮肤太好了，太年轻了。人家没人说啊，人没人说，别听他，人就说挺好的，比视频里瞅着要好一点，是比视频里瘦。然后呢，脸上呢什么都没有了。我媳妇儿点了，最开始点了100多个痦子，还有这一块斑，然后点特别成功，不是？接了一下，我媳妇儿没有之后，带我儿子点的，我儿子是满脸的雀斑加小痦子，300多个全点干净了啊。然后我上回我这不是也闲的吗？花俩钱，我说把我这点了。因为我媳妇儿，她在这右边这儿有一个大痦子，我在左边，一左一右，她点了，我必须都给点了啊。然后我们点完之后呢，好多人啊，就是关心，就是各种问题，是吧？留不留疤啊？多长时间能好，是吧？都能去除什么？然后大概花多少钱？然后儿子那好没好？我这大痦子好没好，是吧？今天再去复点，我这个痦子应该不用点了，就等着好了。掉了就等着那个色素那印儿没了就好了。黑色素沉淀提取出来就那意思。然后我这脸上呢还有几个小痦子，儿子还有2-3个，把它一清除就基本上倍儿干净了啊。有什么各种问题啊，什么包掉多少钱的，到时候咱们去那个美容院是吧？还得人家给您做承诺，我们对不敢，对，我们就是纯分享。这个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咱就是不好，是吧？实打实的分享，是吧？大家要感兴趣的啊，可以去看看看我们点的如何，是吧？它可以点痦子、点油、点痣、点斑啊，是吧？然后那个陪着媳妇儿啊，主要是媳妇儿做了一个去黄，然后我们俩是顺带手的烧边的蹭。别听他俩主要去想去点那痣去，然后就是说陪着我去做那个去黄面膜去。人家是包掉。包掉呢，然后孩子马上开学了，是吧？等那个20天、10天、半个月的，然后自己就好了。他也老说他陪我，其实他也想点掉了，弄干净，小脸弄溜光的，以后有啥想法啥的，不好说。别瞎说，不好说。你也别瞎乐，想法到时候你好家都是你那麻烦了，都是。小乐的，是吧？我马上出发啊！把这脸上啊都给捯捯干净了，然后看着比较顺心啊，舒心是吧？健康美，不是你说我那脸跟大白蛋的似的了。还是这样好看，还是没有一大块斑呀，把那痦子清除了啊，什么油乱七八糟都给清除了，好看啊！现在陪着媳妇儿啊，我们父子俩陪着啊，一块儿出发，走着。到地儿了啊，这个是我们怀柔地标性的建筑，京北大世界的东门啊，又到地儿了啊，地美国际，走着，继续带儿子点痦子，走。2998那个，然后698给一个疗程那个活动没有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活动啊，确实是我们14年从来没做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那一批呀、啊，人也比较多，你们粉丝啊，然后就送完了就没有了，我们就那些量，那你也不能这样，那人。
看见，人还没坐着，人说想着过俩月过去，好像来了说没这回事儿了，那成我瞎说了。理解理解，花姐你不知道哈，因为我们这个确实真材实料，咱真要给人解决面部问题，这个产品呢区别于美容院，它这个东西确实挺贵的，所以我们送的肯定不可能送那么多。你净说那话，你便宜的我们还不要呢，我们就是因为觉得好，我就是因为我做的好，我才给你要这个优惠。我那意思，你再给一波，然后别回头，最起码我们家粉丝来，最起码提到我们的名字，你不能说不给了，是吧？你最起码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人家再来提。698，你再给一波，是吧？因为天天有人问我说，那个看你视频去了2980，说去完以后干上698那活动没有了，白去了，还是2980。对，哥是这样哈，可想而知，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我们肯定也希望更多人来见证我们的技术，我们也希望扩大市场。不是见证技术，那不能说没有了耶。但是您这个价格，我们要是能做的话，那肯定不就给了吗？明白，既然你们夫妻都这么跟我说了。明白，我有点急了。你反复的都特意邀约我几次了，因为就说呢，关键那几次来，你也没在店里，知道你忙，事儿多是吧？也不是说就光这一个店，事儿也挺多。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我既然逮着你，我就不能白逮。对对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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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逮着你，我们家粉丝因为说了是吧？然后就再给我们一波这活动，然后。行，最起码我们咱家粉丝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人，有人大老远的，确实是。你说您来的人家，我拒绝人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什么事儿啊？我这行，那既然您夫妻有这个话啊，确实反复跟我说几次，对对，那就再给您一波福利，是吧？还是按原来的2998，走内购打板价格。698，好，谢谢谢谢啊，只要通过视频来就行。一个疗程十次，那个就是去黄那个面膜那个药疗吧。好，反正你们做的吧，挺好的。反正我做完，我觉得效果如果没有那么好，我们肯定也不至于说是是是打得这么紧。这样吧，确实效果。他们能通过这个视频能看到你们俩的皮肤，知道吧？你看看他俩的皮肤不就完了吗？是吧？我这今儿特意来啥？我没有人对对对这么白，我先都挺好，都挺好，都挺好，都太好了。那是爹妈给的。哎。然后还有好多粉丝啊问我，就是说人家来之后啊，大概就是说点斑点痣那个大概多少钱啊？因为好多人问我，我说这是不是得根据数量面积是吧大小啊，它这个色素痣啊具体怎么收费，是不是？对对对对，它这个色素痣啊要根据我们皮肤这个表面的硬物的大小和根基的深浅，哦，要亲自鉴不一样是吧，才能知道这个价格。就是假如说痦子痣油是吧斑各种东西大概多少钱，所有都不一样。异物啊我们都要见诊，看它这个具体表面突出多少或者面积大小，哦，和根基的深浅。好嘞好嘞，每一个人差异还是很大的，是是是，确定这个价格，是是是，一定要面诊。哦，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说什么老年斑呀蝴蝶斑呀晒斑啥的，这些都能去。我们目前啊14年了，我们只专注这一件事儿，只解决各种斑、各种皮肤异物和衰老问题都行。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雀斑、日晒斑、老年斑、妊娠斑、蝴蝶斑，包括我们的真皮斑，称为斑中之癌，我们也可以完全去除。你那太厉害！并且我们可以承诺一次性去除，终身不反弹。对对对。我们还可以承诺什么？这就是其他的美容院做不到的啊，因为美容院是。淡斑，那我们可以承诺是去斑，可以完全去除的，并且我们是可以真正去除不了，我们是无效全额退款的。这点太棒了，就跟儿子我们去的痦子似的，人包掉是吧？无痛包掉，包好是吧？为啥我儿子说不来了？我说你钱都花了，你不来你弄干净了，对，多冤呀！不来了，不来了，我这俩没事儿了。这个放心哈，我们只要你操作了，我们是包掉维护。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假如说再反出来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还是免费付点。好，就是商家承诺你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因为对待咱们是一模一样的，是吧？这个售后很重要，人家对对对，我是觉得挺好的。反正你们大家看啊，我就是来在这儿做了一点纯分享。因为我那斑是小，我不知道大家那斑什么样，所以说人家基本上就能。就是干净，经不住近距离考验。没事，挺好，挺好，挺好。然后人家那个什么，对，你要是想去什么，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问问，是吧？你就当来怀柔溜达一圈，玩一圈。哎，您觉得您满意，您就在这儿看看，是吧？对对对。人家而且就是，就是对待咱们什么样，对待粉丝就什么样。我觉得好吧。让我感觉这点让我挺踏实。我当时来的时候，人家说，你给你点
点不掉，我包你点掉为止，然后点不掉给你退款，我觉得我还是挺踏实的。是挺好，挺好，挺好，握个手吧。效果，你们俩握个手吧，太棒了。必须握个手。为了粉丝啊。活动我们也握。对对对对对，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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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脸儿，跟十八的似的。瞎说。真的，这小脸儿皮肤够棒的，做完以后更棒。陪着媳妇儿做药疗，父子来的，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还给你点那复点痦子呢，还有你那小雀斑呢啊，先给你妈做。媳妇儿，你还记着吗？就你脸上那一百多个痦子，不记着了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现在只记得我这美好的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你这个左眼底下这儿一大块叫蝴蝶斑还是什么斑啊，老年斑啊，去你。然后满脸的那个痦子，嘴上我记着不在这边，在哪边，下巴、脸蛋儿、脑门全有，我就都把它忘了。眼睛边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都给忘了。我媳妇吕大公主点完之后我还说呢，真跟那大白蛋似的，你们看像不像？多好啊！不用点，马上给儿子点这个痦子啊！最开始儿子脸上得有300多个，看见了吗？这又出来一个，这儿出来，这边出了几个，马上开点啊！就是，不管是进我手里治疗的，还是说，就是发生皮肤状态的啊，就是从这家公司这个店出去的，我都可以对每一个人的效果负责任。哎呦，真的是这样，底气那么足呢，你100%的配合，一定有100%的效果。我说我媳妇儿、我儿子还有我这个脸是吧，点完这痦子雀斑上，我觉得效果特别好。真的十几年了，确实是这样。咱们这个问题在他们眼里都不叫问题啊，都不算问题。就感觉题都属于很简单的皮毛的问题，是吗？对，什么太简单了，嗑瓜子一样。我天哪！因为你们都不属于皮肤问题非常严重的人，就是严重的到你们手里边让它变好了，能没有问题？你比如没问题，他的问题我们确定能够解决的话，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说你来了，人看了，您觉得这事儿我能治，对就行了。对，我们面诊过后啊，确实决定你的问题我们能解决，那你就一定没有问题，完全放心。哎，那粉丝人来踏实，你知道吗？是吧？听你们说这话真是踏实。我们的案例太多了啊，太多了。对，各类的问题，我们是介于医院和美容院之间啊，就是见怪不怪了，都已经。对，医院和美容院，看你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样的一家机构。真棒，真棒。这点我为粉丝感觉那欣慰是吧？到时候来了能把这脸弄好了，我觉得特别踏实。假如人要来了呢，感觉无效呢？无效，我们全额退款。那就行，太厉害了，十几年我们就做口碑，太厉害了，真的。哎，媳妇儿就牛。说实话，我虽然是一名员工啊，我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有自信，其实就是对，有资本，有实力啊。真说心里话，去外边吃饭人都不敢保证说每一个人都满意是吧，这个到你们这儿来真是能保证，你说说。哎，这就厉害了。媳妇舒服吗？舒服，就知道来放松来了，还给你做美容，多好。他做的好吗？做非常好。我说句实际的，给我做的人都做的都是精英，都是精英，都做的特别好。这都是在这之前，那小杰是吧？你叫什么？我叫玲玲。玲玲啊。都挺好的，做的大家都是专业成熟的技术老师，都没有啊，都在这儿干十来八年了，哇塞，都是老手，说白了，这就是2998那个，这个698那个是吗？2998，对你们粉丝来698的那个药膜，哦，中药药膜，海藻的什么玩意儿？对，中药海藻药膜。哦，媳妇舒服吗？嗯。跟戴个面具似的。男士可以做吗？男士，咱们现在做女士。男士不配，就得女士。咱这是女子。哦，真好。眼睛呢？眼睛一会儿。哦，一会儿啊，给我得抠出来。这家伙也挺费事的，这玩意儿。效果好啊。哦，效果好。效果好。那就行，效果好就行。
是这耳朵堵上什么意思？怕那水流进去。对，药和水呀、流到耳朵里面不舒服。好嘞，事儿灯似的，原样机还得扛打，看见吗？原样机，行，马上给你点啊，别哭啊，点了第四次了都，害怕了，哎，颤抖的心激动的走，放松，那小伙子，好了，不用担心，不用紧张啊，疼吗？给儿子开点，儿子的脸应该刀干净了，一个瑕疵都没有。还有的粉丝问那个点完之后能不能照水，能不能洗澡？洗澡照水都完全没有问题，没事是吧？对，好嘞。看点完就是这样，然后他自己结痂，慢慢掉了就没事了，痂脱落就正常了。哦，行。说说，那黑翘子。这个已经浅了很多，这个就有丢丢了。看儿子正在点，看看，把那个特别明显的给点没了。对，这样的话，整脸皮肤代谢机能啊，随着年龄增长变慢，再次其他位置再长的几率会变小。嗯，不然的话，你不提取它，不管它，其他位置再长的几率会很大，它会越来越下的越多是吧？对，长得越来越多。对，因为代谢经络呀它是相通的。你只有发现问题及早解决，而不是说整脸蔓延很重，那样点的最终效果包括你点的那个面积大小用药，那都会决定你的费用。哦，行，儿子已经点完了，让我照一眼。还行，皮肤敏感，微微有点红，一会儿就消失了。好嘞，媳妇儿这个也做完了，舒服吗？舒服。到家了啊，刚逛完街，忘了跟你们总结了啊，就是点各种东西啊都能掉啊，人家那个商家说了包你们掉是吧？然后粉丝好多问题呢给你们问好了，那个商家老板也回复了是吧？你们也都知道，如果不清楚在视频底下再跟我们沟通，我们再给你们是吧？再问，然后您看见了吗？我这个老板娘说那个不用点了，我这一次成型那巨大的痦子是吧？开头看见了吧？老板娘说不用点了，然后我脸上这两个呢，说你要随着点就可以。现在天热，我赶紧把儿子这点完得了，媳妇儿的也不用点了，看见了吗？啥也没有，特干净啊。然后就做点什么药疗，嗯，是吧？然后给大伙做那个就是药那福利。老板娘正好在那儿，是吧？然后给你们要2998，现在是698，要需求的通过视频去，还是那价格啊？还是维持一个月，是吧？对，是吧？你们就是到那儿跟他说说，有时候要晚了，对对对，你们跟他好好说说，跟他侃侃，提提我，你说不行，我把他叫来。对，你们要到怀柔，假如说甭管是北京的16区的，还是全国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怀柔玩，顺便再把脸上的东西捯饬干净了。嗯，对，好吧，好，拜拜，拜拜。